说你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呢，你是紧张的，心跳太快的，那他就会判定你说谎了。好，这样好。好，好，来来，我们把、那個、会不会是一直放电的？没有没有，他不会乱电人的。OK， 他是有根据的。等一下啊、哦，还有声音啊！哦，这样子这样。好，来，你首先放上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感应一下你正常的心跳了，就现在不会点，现在不会点。好，就是他现在是要知道你平常的心跳大概多少，就是他不会点人的。还没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还没那么快。好，大家可以问问题了，我们来帮你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啊、哦，有人问说，第二次巡回会不会来到台湾啊？我非常想来，然后我也希望把它放在计划之内。好，那重点就是不是说他会不会来台湾，是说刚刚许魏洲说他非常想来。对， 对， 对，这句话应该是没说谎。对啊，就是。就是有时间合得上，然后场地合得上，我觉得就 OK 啊。我因为我自己非常想来嘛。好，那我按了哦。啊啊，好，你看着镜头说，我非常想来台湾。不是被你说的，我心跳反而开始跳了。你们来看着镜头说，我二巡非常想来台湾。我二巡非常想来台湾。好。哎，紧张紧张紧张，我们大家不要讲话，大家不要讲话。我被电了，这个是假的，绝对骗人的，扔掉。没有，他刚刚那个应该不算说谎。我绝对没有说谎，绝对没有说谎。你应该是一想到台湾，所以心跳太快，所以他以为你有点紧张。不是，都怪你，肯定是你说的。好，那这一题我们先跳过，跳过。你觉得我帅不帅？真的有人问这题吗？帅。哎，你这样很容易被电。没有，我就。把我的这个心跳放慢一点。好，帅。好，你看着他讲。好，你看着我讲。我觉得你很帅。好，按了按了。我感觉我要被电了。坏的，这个绝对是坏的。哎，可是这是算诚实吧？你怎么一直被电的啊？会不会对你不好意思啊？哇塞，这个绝对是坏的。你觉得你的自拍的技术有没有进步？有吧？有吗？可会不会角度都是差不多那几张？你不要说话。好，你对着镜头说，哇，许魏洲拍照技术有进步。我的自拍技术有进步。好，我不讲话，我接案。给你个机会，我们重新关掉，重新测试一次，好不好？别说，哎，有人问说，好，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喜欢你啊！说谎，说谎，说谎，说不定不是说谎啊！我们看一下，真的。你看，哎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玩到一题你诚实的这个游戏就结束，好不好？我诚实了，我真的诚实了。我现在没有一题诚实的。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吗？不是。好。哎，我看如果他说谎，就代表他内心其实觉得他是自己全世界最帅。来，我们逻辑非常清楚哦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好。究竟许魏洲到底是不是自认为内心全世界最帅的男人呢？过关了，终于诚实了。我一直诚实了。可是也就是说，前面的几题是有可能说谎的。前面几全是他在旁边说的我。没说话，没说话。我心跳就是加速。好。开始问题了。好。你们有什么想问黄景瑜的问题，可以在弹幕区跟我们互动。待会儿我们搞不好就会问你好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。来，你先问一个吧。我问第一个，因为大家都说今天他打扮得很帅嘛，然后大家都已经秒变这个迷妹状态，请问黄景瑜
你觉得你是不是今天晚上盛典里最帅的男嘉宾？哎，你开始回答。人没控制他吗？开始回答。啊，最帅是是是是，你觉得是？就自己要给自己信心嘛，对不对？我看看会不会被电呢？没电我。哎。啊翻过去差点，这么强啊！哎、不是这个不这么强啊？出资是演的还是真实的感觉？真的，真的很强，这么强。谁让你调最大的？快调最大的，调最大的。因为我之前觉得还好，可能是我皮粗。这么强啊！这个皮糙肉厚的。要给你调低一点。没有，不用。哎，你刚刚偷偷的已经调到二档。哎，刚刚不是在四档吗？太夸张了，这个。最大档也太夸张了，调到了二档。那就调到二了，调到二就好了，调到二就好。这个是把黄金鱼电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大家都说了那个电流小一点，好，我们听大家的。小点。我把电流调小一点，对自己充满了自信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今天晚上有梁朝伟。梁朝伟。你敢跟他比帅吗？我不太敢。我还没摁。我要摁了之后你再回答。来。不是，我现在这个心跳已经很快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抓紧这个时间，平复一下。好，黄景瑜开始回答。不能离开，所以我说这个得。好，来，这个问题就是。这肯定会过的吧？他的手没有接触到。你敢跟？不敢，我不敢，别电我，我不敢。还能按呢？你敢？你希望和？哪一位女艺人出演荧幕 CP？ 荧幕 CP 啊？嗯。我还没摁呢，他坏了。坏了是吧？没有，你得把手放下。不是，我真的出汗。他一手的汗。太夸张了！刚才电了一下，太夸张了这个。试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他坏了吗？他干嘛一直咆哮？你离那么远。他已经有脾气，差不多这样，可以了吗？你想和哪一位女艺人出演荧幕 CP？ 我刚刚和陈意涵出演了荧幕 CP。哇哦，搭档的感觉怎么样？还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对，他那一型的是你比较喜欢的综艺。我感觉我扶着他，我可能没办法回答问题。我把他拿走。他也有脾气，他一直在叫。哎，对他今天，我觉得应该是景瑜的电力太强大了，太强了这一下。测谎仪也已经开始有一点不听使唤了。因为测谎，关键是我调到四档，第一档就把他，就第一次就把他吓，就把我吓